今天朱立伦没有打半个电话给我，也没有叫大头林涛找我，都没有。朱立伦没有给我任何的问政空间的压缩，都没有干涉。那你是谁啊？你现在的身份，黄国昌是这个民众党党团总召，你又兼国民党的考纪会主委吗？你是不是住海边管太宽了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我再回应他一下，对，会自己打脸嘛？尤其那几个女的发言人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我觉得，为什么一个党的敢每个都说谎，而且素质这么低落啊？就胡说八道，胡搅蛮缠，就侮辱了发言人这个职务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当记者、当发言人，总是高水平的把事情讲清楚，新闻真相嘛，就是你们追求的真谛嘛。那党的发言人也一样嘛，胡说八道嘛，乱扯一通黄色战争。所以大难来时哦，各自飞。可是你们这样还在护阿北哦，这个党会灭绝。我们希望第三势力存在，那他的能够切割阿北，不管你要扶持谁出来，让这个党还能存在嘛。